工机电分驻所主任进驻前进指挥所，了解灾害状况。因应列车发生灾害或事故，旅客滞留站间中途逾30分钟以上时，地区紧急应变小组应及时于事故现场成立前进指挥所。前进指挥所处理程序及要点如下：一、召集工、机、检、电力、电务等单位主管成立抢修指挥中心，行程较远的地区通知指定的站长先行前往处理；二、指派专人接听电话；三、会同勘查事故原因及灾情；四、延商抢修步骤及抢修所需器具；五、依抢修步骤预估修复通车时间；六、依抢修步骤严拟各项应变及配合措施；七、将抢修进度及处理情形随时通知行控中心；八、有人伤亡时搜集伤亡人员名单，包含住院、伤势、住址及联络电话。台中区紧急应变小组进驻前进指挥所，并掌握灾害状况。彰化地区紧急应变小组采取各项抢修措施的同时，台中区运、工、机、电段长已进驻前进指挥所，并将灾情回报局本部应变中心。指挥权转移。